华人世界新闻报道，除了海外传回来的好消息，夹带着300多万点击好成绩以及粉丝的热烈支持，主要演员因此作品知名度激升，森俊、吴承景大陆人气暴涨，戏剧播毕后启程前往中国工作，宋国伟也是电视、电影邀约不断，第一季的播出验证了台湾 BL 市场内需大且潜力无限，制作公司已着手准备第二季拍摄，除了邀请群幕贝果合作群众募资外，也吸引许多投资者目光，期许为第二季引入更好的资源，拍出更优质的作品回馈粉丝。